得就是 T 恤，其实 T 恤第一个我自己判断的要点嘛，我觉得第一个还是美感，就是整体性的美感。女生看到这件这个衣服会不会想穿上去？因为我觉得要还原跟就是女孩子她自己喜不喜欢嘛。那里面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参赛者的东西很有创意，可是有些人的东西呢，它还是有一个设计上的一个迷思，就是强调某些意念，但是那些意念又是非常间接的。那有时候弄不好会有点像在做那个企业的识别符号。那我们今天还原到服装本身，应该是说女孩子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哇，很可爱，我想穿上它。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关键，所以我自己在评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整体性的美感如果出来，那个创意才会再凸显，而不是说先有一个创意，然后我一定是哇，这个创意很棒很棒，可是这个图案并不完整，或者是并没有让我想穿的欲望，那就我觉得就很可惜。大家好，我是佑群。哇，经过刚刚我跟两位这个很资深的时尚编辑一起讨论出来，我们终于选出今年第一届的爱女生潮 T 的优胜者。恭喜我手上的这位林梅林小姐，你终于做了一次的示范，是第一名哦！我把第一名贴在你的漂亮的作品上面。那我们都一致认为啊，因为你的作品其实很可爱，有童趣，而且女生看到的时候会非常喜欢，想要把它穿上去，很舒服的感觉。而且仔细一看，这四个可爱的小动物，它就是形成我们爱女生 I girl 的 girl 的字，所以我觉得它是第一名，那个很没有问题的，我觉得很棒，赞。OK， 大家知道吗？这次我们的那个选拔呢，其实有超过500件的 T 恤在里面，哇，大家竞争是想必相当相当的激烈。那终于呢，在这里面除了第一名，看第二名，我们也终于选出来了，恭喜宋怡玉小姐，她的作品就是她现在看到的第二名，获得贴在她的作品上，恭喜。那她为什么会得到第二名呢？我觉得重点在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，她把 T 恤本身跟表面的设计呢，你看很可爱的这个假的领口的设计，跟这个圆领还有短版 T 恤，她连短版 T 恤都想到了。做了一个很好的呼应，然后呢，他也一样把 girl 这个字呢用成好像女孩子衣服上的缎带一样，做成了一个假的一个缎带的设计效果，所以我觉得他充分运用了这个流行性，还有非常好的创意。对，好，到潮 T 设搭在第三名总是谁呢？就是我手上的刘继文，应该看这个名字应该也是一位可爱的女生才对哦。那为什么他得到第三名呢？大家看到这个这么漂亮的作品，中间有一个好像在魔镜里面看到的兔子，就是每个女孩子看到她都会觉得说哇，真的是可爱很可爱，而且我觉得今年都被兔年穿上，所以应该特别特别的有趣。所以我们给她第三名的奖励，